声音猛的。因为不懂得非常好啊，你刚省心，真的呀。有人光干我正搞大事，跟您正胸口闷的，因为做啥把那个事体干，有人光不能洗，哪能我就你假是懂得你不坑的。那无人光我给下火了呢，明朝明朝上海实际上是民意第一明朝了，不能啥的呢，压制人光你不坑到，那我一滴比一滴比啥三滴中的人也不能客气，那个是应酬。还有么做生意，做生意有两个老板的，我忙忙中女兵少量做点小动作。我前两年呢那个给他马年十，我那边做个自家相信啊，当当水果摊拎点水果么子，那个忙年上面跟忙年红地，年红地到下菜，我给红地我老举，我他说我那样买了新鲜的时候需要看看是吧？这颜色哪能上头么？有人把这个人的衣有吧？拎起那么稍微翻翻，不要瞎翻，瞎翻把老板要打的。稍微翻翻，有条理啊，证明啥？证明么新鲜。你们腾腾看，香气没有啊？香气没有啊？在啊，那香气没有在、啊。我盖好弄好，他老板哪个是吧？本地人能有事了，你稍微大点要带一带。称好弄好，老板通往100块，那么终于努力讲，我个人也不是核心的想了，我听老板讲，老板一块地么小讲了，啊，光侬光搿生意好做伐？反正侬坑妈嘛，称了101块，对伐？我一块地么小讲了，也说搿生意好做伐？好做啊，对伐？好做啊，根本我也搞了好做了，晓得伐啦？一块钱冒出来，啪啪个袋子呢，我临时提子吃了。哦，搿老板追人啊！我听到追到我都能出来啊！眼睛还会眨着，一眨100块都冒出来，真的勿讲诚信。我讲一块钱小讲了，一块钱小讲了，侬懂相勿讲？一块钱小讲了，啊，一块钱小讲了，结果啥了勿理睬，100块钱没有讨回进去，勿能行。当然，有些光也有可能沟通当下啊，有点小失啊。那么前头抢的我也看啊，我有辰光买水果的辰光，不讲停车子不是下去了。那么停车子里头最多问题啥呢？有可能车位嘛，特别是领销员啦啥，领销员呢特别紧张。我有辰光呢有两张，大概还差厂长那个同学，小人哥哥啊，哟，一认真的停个车子啊，我上领个小人一嘻嘻一嘻嘻。不敢提啥单子呀，根本我还他要紧打招呼了的，我跟招呼难打的了。于是我下达指令，真定的要紧同志啊，应该要领销的，所以耽误5分钟，那个5分钟下了的那个啊，请侬收下留言，要贴单子啊。那么我讲后头的哪呢？单子贴了吧？哎呦，还是不敢贴大概呀。公哥哪能弄得了？让侬贴了个明细啦，我贴了下明细啦，又贴了一个车子玻璃窗了。我讲，哎呦，搿生活像个一年了不通人性嘛，这个生活做起来。后头嘞，我问伊哪能的？有个妖精呢，同我下达指标了，同港青上做啥贴？你哪能想得了？真定的压岁月同志，我等侬一个钟头，还勿来，我老托侬贴了个。搿侬自家勿能行嘛？侬特别应该讲5分钟，每个钟头还能来点嘛？勿听侬听啥人家？我老啥还是要讲诚信。那么下去搿些零零散事体呢，已经是小情节。独相信啥买物事？搿买物事啥地方去买呢？那跟妹妹拍个彩礼啊！妹妹，侬买物事啥地方买啦？淘宝啊，淘宝那些，晓得不管相信，是吧？我听着我买的辰光嘛，毛毛各样好了各样好。你弟弟呢？皮盖子里向一年五啥啥样，我都收了摘脱，这也无路。还有你伢子啊，儿子。那么小青年有数啊，夫妻两个谈的好啥？好管理呀。来，搿搭有交关女同胞当，来路要闯江湖的，好管理呀啊！就啥呢？伢子嘛嘛是男人付钞票，又叫管理账户。那么有人呢，我那个淘宝上想要拉广，就
们学校上了一整天，啊，我一年并不洗两年来翻，我反正有上啊子下比你，一只长个头啊，一只老巨蟹长个头，叫啥个牌子啊？各兄弟是吧？谁穿十四档有？耐克、名牌，别人这个你想要买几件衣裳？五百块的吧？一百九十的，讲啊！哦哟，我心动了，真的。来，我伤心了，因为做厂的，有辰光突破买了大富。好了，我这个老板两个都是忙得像，再三沟通，那包括细节方面，啊，弄个仓库嘛，那个厂家嘛，那个做啥么给人家，是吧？门好虚好的以后，我也不放心。我问伊，万一假的哪能办？搿老板想了，问我一句闲话，假一赔三，侬听吗？跟我也不放心啥，对吧？买。第二年，速度快了，第二年儿子寄过来了，把我打开了一忙。他们寄过来山上，老板侬是讲诚心的，干一杯水，侬实际同寄过来山上，侬不要去寻了，干老真的。但是娘子暑假有冇搞好？有你娘，干一杯水，我应该寄四张嘛。哎，确实，啊，阿拉就讲呢，我觉着啊，不管是生活当中还是要当中，是吧？我觉着还是啥，诚诚心心做人。还比较好。那么搿种闲话呢，诚心做人，开心每一天，是吧？今朝头呢，我和大家两个简单的先分享搿些比较开心的小段子，啊，希望大家接下来的生活美美美美，开开心心，谢谢。